快乐的时光啊，他们睡觉的时候吗？不生气的时候是一只可爱的小象哎、欸。哦，他常常生气，他怎么生气？哇，这样子生气，结果生了老二出来就不是这么回事了，就是天使就顿时之间变成恶魔这样子，然后一个人就会。就是我一个人就变撕裂成两半，然后每天就在这边拉扯，妈咪，妈咪，对，哎呦，他不小心撞到他，他就生气了，撞到他需要生气吗？不需要。今天的活动安排我觉得是非常的棒，就是在音乐的选择啊，一些流程上面，然后我觉得小朋友他们其实投入程度算蛮高的，对，非常谢谢你们的安排。这样近距离的听，跟你用 CD 播放出来，真的是差异非常的大。那他今天也是非常开心，不停的跳舞。我不敢说拥抱艺术啊，不过我会希望说，在他们的生命中能够。对艺术这个东西，在他们生命中能够多一点点的分量。